我个人持续在台湾基进的党职工作，哎，对，那现在还是有党员的身份。有加入民进党的打算吗？完全没有。陈柏惟日前已正式辞去中彰投党部主委一职，也承诺一党要求继续协助选务。台中党部主委将由秘书长王新焕暂代理。我个人持续在台湾基进的党职工作，哎，对，那现在还是有党员的身份。我个人秉持的因素比较多是，我觉得在担任台中党部主委的期间呢，因为个人立委还有罢免补选的过程，担入到初选的集团。那另外，我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更多的事情啊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适合的人来做台中党部的主委。有加入民进党的打算吗？完全没有。所以，以后你如果出来选的话，回到这个战场，你也是用基进党的身份。回到这个战场，是哪一个战场？是选举的战场。如果我一直都是用基进党的身份呢、啊，没有，现在没有想到需要加入其他政党的可能性，目前没有。